2月22日讯，江若琳出席品牌时装秀，身穿大露背长裙登场，背部留有胸围带的印痕，而下身亦透视出修长美腿，但露出白色蕾丝打底裤。江若琳解释指不是走光，是打底裤子，而且已经做足安全措施。她自言因为更衣室没有全身镜，所以也是刚刚才知道裙子是透视的。其实裙子的设计师跟自己已合作一年，为她担任造型师，对她以100%的信任。今次友情站台更是讲心不讲金。